为了配合2023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的大会舞活动，新城乡的各个部落呢也赶快加紧练习大会舞，也希望到时候所有乡亲可以在镜头前展现花莲人的热情和魅力。这是2023年花莲县原住民联合丰年节的大会舞，歌词主要是介绍部落山水美景，用舞蹈来照亮部落的生命力，在丰年节之际来跳舞，来欢庆部落一年一度的盛事。太平洋2023年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即将在7月21号到23号，在花莲县立体育馆旁德兴大草坪热情登场。县内乡各部落一连四天也把握了加紧练习今年度的大会舞，把握时间前往新城乡原住民文化来练舞。新城乡的何丽塔也带领着族人们迎接花莲重大的盛事。那我们很支持我们花莲县政府办的联合丰年节，因为联合丰年节也是我们自己岁时记忆一个很重要的丰年祭典哈。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部落经建科技事林荣汉也代表县的许政委来致赠红花礼金。2023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所以说今天的排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南岛的故乡，也就是南岛的原乡，所以说我们要展现出我们原乡最好的一面哈。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大小朋友们舞步可以说是越来越熟悉了。现在乡长何丽台也准备相当多的矿泉水、饮品、茶水，为夏日晚上练舞的族人们补充能量。而在7月15号上午，北新部的丰年祭当中，族人们也展现了成果。现在乡长何丽台表示，透过花莲观光盛事，让渔村部落文化持续扎根，不分族群在丰年节当中欢乐舞动。记者金弘毅，新城乡报道。